臣不让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后宫不得干政，你若无事赶紧退下，以免惹人非议。西平港赈灾，臣当仁不让。你要去西平港赈灾？ 既然朝臣跟百姓都请愿了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臣前往西南，协调各州府赈济灾情。胡闹！你可知西南现在是龙潭虎穴？臣知道，西南如今灾民遍地，如若安抚不好，或许有人揭竿而起；一旦引起民乱，臣必首当其冲，成为所有人的靶子。到时候，我想不死都不成。你明知情形复杂，还敢自荐？ 难不成你有把握？臣没有全然的把握，只有三成而已。三成？臣认为，世上的事，只要有三成的把握，便可一搏。况且，臣自信有机变，去到西平港实地考究以后，臣便能有五成把握。而朝中其他的官员，至多也就五成把握，他们陛下未必全信，而臣。 陛下可以全信，还请陛下不要让臣躲在都中，犹如笼中之鸟，日渐消磨斗志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前往西平港。穆德庆，奴婢在。将朕的巡天之役取来。遵旨。 陛下，方海市领旨，携此巡天之役，你便是朕的身外之身，所到之处，诸州府县主官皆任由你调度。朕令你速速前往西平港，赈济灾情，不得有误。 臣方海市遵旨。胡诸夫人替朕巡狩，前往西南赈灾，一路不易。愿胡诸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愿。 早日归朝。臣妾拜别。平身。